你骰到他就要来，你骰，你骰，再来看，你骰，来，等时刻。好过瘾啊！大家打他，你打他！还有哎，他快肿起来，疼肚子，疼肚子！前面这个是象山啦，然后呢，它是古代呢传说是四兽山之一啊。那这个就是你像象禽兽。我现在假装窗那个衣橱打开，然后你被抓到的，你先眼睛闭起来，因为我还没发现你。对，打开衣橱。那你有曾经遇到董事长带不同的女生来买表？有，就是那个人，我们印象很深刻，是我们柜的所有柜姐都对他很深刻，因为他每一次来，他带的女生都不一样，而且都很年轻。聪明，老婆是没办法换，就挑点贵的给他，对吧？外面那个随时要换，就给点便宜的，这样才对啊。对啊，你真有经验，真的是会。现在互相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比较一下。对啊对啊，来，来你过来，怎么样？来你抱。哎呦，你要看看我们中间有差别多少。好，来来去。三米到位，三米到位，三米到位，三米到位。你怕老鼠啊？你怕老鼠啊？嗯，真的。好大胆！今天最大胆的是张立东。我怕老鼠，没事。走开，关起来。啊哇！一家人哎，一家亲。